大家有冇发现呢几个字有咩共通点啊？冇错啦，佢哋嘅偏旁都有个木字噶。喺字典里面，有木字旁嘅字都会放埋一齐，成为一部。而木字就系有木字旁嘅字嘅部首啦。咩叫部首呢？其实部首就好似一个部落嘅首领，而跟喺佢后面嘅字就等于佢嘅部下，佢嘅族人。所以大家打开字典嘅木字簿，就会揾到好多有木字边旁嘅字，同埋知道呢啲字点写、点读同埋点解。而用木字做部首嘅字，通常都系同树木有关噶。例如树木嘅名啦，榕树、枫树。椰树，大家知唔知点解啲树名都有个木字旁呢？原来早期嘅中国文字系图画文字，如果啲人想表现一样事物嗰阵，就会画出嗰样事物嘅形状。例如树木个木字，原本系咁嘅，上边系树枝，下边系树根。大家睇下，佢似唔似棵树呢？但系棵棵树个样都系差唔多噶，点用画图嘅方法表现出嚟呢？于是有人就喺木字旁加上棵树嘅读音，等人见到个字就知道佢表示咩树啦。照咁讲，字嘅读音同偏旁应该系一样噶，但系点解松、柏、柳呢几个字嘅读音同偏旁唔同嘅呢？字音是会变的，由于时代和社会的转变，很多字的读音已经和以前不同了，不过写法就没有变，于是乎就出现了松、柏、柳这类字的读音和偏旁不同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在读字的时候，偏旁只可以要来做参考，而不可以照读的。除了树名是用木字做部首之外，很多木做的物件都是用木字做部首的。例如椅子的椅、水桶的桶、窗框的框、衣柜的柜。地球上周围都是树木，加上木材质地坚韧，做出来的东西又襟用，所以以前的人很喜欢用木来做家私或者用具的。其实用木材来起屋呢都不错的，因为木材质地坚韧，用它来起屋呢防震力就会强很多，遇到地震都没那么容易倒塌的。哈，不怪得知中国古代很多建筑物都是用木起的啦。是啊，所以很多有关建筑的字呢都有木字旁的。例如撑起间屋的柱，被人上落的楼梯，同埋保护我哋唔会跌亲嘅栏杆，都系有木字旁嘅。头先介绍嘅字木字都喺字嘅左边，不过木字呢个部首唔一定喺字嘅左边噶噃。例如书架嘅架、桌子嘅桌、火柴嘅柴、船长的掌，他们的部首在哪里啊？其实木字除了会在字的左边或者下边之外，还会在字的其他位置的，大家读书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。树木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的，可惜很多人都不懂珍惜，乱咁斩啲树，令到地球上面的树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们要爱护林木，爱护大自然，最好能够同家人一起参加植树活动，重新令地球绿起来。Thank you.
知唔知道泉水嘅泉字系咩部首呢？八字抑或系水字呢？俾多个字你估下，豆浆嘅浆字系咩部首啊？其实泉字同浆字嘅部首一样，都系水。水字的古字是这样的，大家说它像不像水流动的样子呢？不过水部的字用成个水字来做部首只是少数，而大多数的字都会将个水字变成三点水放在个字的左边。例如小溪的溪，黄河的河，长江的江，大海的海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经常都要用水，水可以说是跟我们息息相关，因此跟水有关的字呢也都有很多的。例如漱口的漱，洗手的洗，洗澡的澡，还有浇水的浇。还有游泳、洗涤、灌溉，它们都是跟水有关，而且都是属于水部。水的用途有很多，只要我们动下脑筋，因应水的特点，就可以利用水帮我们做很多事。以宋朝的文彦博就是一个好例子了。有一天，文彦博和几个小朋友在草地上踢波，谁知一不小心将个波踢咗入一棵大树嘅树洞里面。等我攞翻个皮球啊！文彦博望住个黑麻麻嘅树洞，心谂水有浮力嘅，如果倒啲水落去，话唔定个波会浮翻上嚟。点算啊？用上啲水冲完就放树洞，我哋行啦。小朋友将水倒入树窿度，冇几耐个树窿就装满水，而个皮球就慢慢咁浮翻上嚟。大家见到个皮球浮翻上嚟，都非常高兴。水有浮力，唔单止可以浮起个皮球，仲可以浮起成艘船添。所以我哋就可以坐船渡过大江大海，甚至远渡重洋，去到世界各大洲。水真的很有用的，大家还想不想到它有什么用途呢？人口渴就会喝水，肚饿就自然会吃东西了。不过中国人吃嘢唔单止系为咗食饱嘅，仲会当食系一种享受。咁所以咧，对于煮食嘅方法咧，亦都非常之讲究噶。而煮食嘅方法咧，亦都有好多种嘅，有炒、炸、烤、炖、煮、煎、蒸、熏。大家又知唔知呢八个字嘅部首系乜嘢呢？系火。火嘅古字系咁嘅，十足十一团火。炒、炸、烤、炖就保留翻成个火字嘅。至于煮、煎、蒸、熏嘅火字部分咧，就变成四点，好似四点火咁。中国人煮食嘅方法有好多种嘅，大家可以揾多啲呢方面嘅资料，同时睇下嗰个字系唔系属于火部。啲番薯味好香喎、啊，不如你睇下啲番薯会熟未啊？好啊。啊
煨咧，其實等於咧就用啲著咗火嘅炭嚟燒熟啲食物嘅。嗯，啲煨番薯煨咗咁耐咧，應該都熟噶啦。等我夾球睇下先。好，你睇下。好。好熱啊！好熱啊！你有冇窿到啊？冇喎。嗯，真係好啦。啊，係啊，窿字咧係一個口語嚟噶。當我哋寫文章嘅時候咧，應該要寫成燒焦，用個焦字嚟代替個窿字噶。好味啊！就咁睇都知好味啦。好味啊你！啊，火係有熱力嘅，人識得把握火呢個特點，將啲食物煮熟嚟食，而唔使生食，真係聰明啊！你嘅。來。啊，唔單止咁喎，人仲識得利用火可以發光嘅特點，製造出火炬、蠟燭同埋各式各樣嘅燈嚟照明。啊，講到燈，講到聰明，就不得不提諸葛亮啦。因為佢利用咗火識得發光同發熱呢一個特點，製造咗孔明燈噶。孔明燈又叫天燈，相傳係三國時代嘅諸葛亮發明嘅。有一次。诸葛亮被司马懿的军队围住，没办法派兵出城求救，于是诸葛亮就根据热空气上升的原理，制造了会漂浮的纸灯笼，里面绑住求救的纸条，然后计准风向，将灯升上天空。后来救兵来到，诸葛亮终于脱险。诸葛亮福姓诸葛，明亮，又叫做孔明，所以后世的人就将这种会飞的灯叫做孔明灯。诸葛亮真是聪明啊，识得利用火会发光和发热的特点，发明了孔明灯救了自己。而我们见到的热气球设计上和孔明灯差不多，都是利用热空气上升产生浮力的原理来制造。其实大自然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点，只要我们留心观察、仔细思考，都会得到启示，找到灵感，改善我们的生活。就好像创造文字的人那样，他们留心观察大自然的天文现象、花鸟虫鱼的形貌，再运用想象力创造了文字。有了文字，大家就可以将事情记录下来，将消息传开去，而我们就可以从阅读书籍、报章获得资讯和知识。仲有啊，有咗文字，人与人之间就可以交流沟通，令人类文明进步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努力学好每一个中国字啊！